后赛事一样会有非常丰厚的奖品在等着各位啦。好的，那么直接就把我们的现场拉回到我们排舞赛的部分啦。一样，先请我们选手们可以先上来准备一下啊，踩一下你们脚，踩一下你们脚，对。好的，那么在他们准备的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要邀请我们的雅马哈编号26号的雅马哈，以及编号29号的在下毛毛雨这两组啊，因为我们工作人员看不到你们，有点紧张啊，所以呢，也希望你们可以先到我们的面对舞台右手边的选手预备区这里来集合，来报道一下下了啊。好的。是，接下来这个组别呢，他们似乎也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不想给他们太多的压力，但是他们的确是我们下半场的第一组，我相信是非常的精彩可期的。没错，他们就是来自我们安坑肉舞的同学们，让我们欢迎我们编号第20号的 AKDC。全来自我们安康肉的同学们，我们的 AKDC。